圾，然后抬头看到发现对面楼有三个小孩子往楼下扔炮仗，但是的，三个男孩子，有人制止了，但是那三个男孩就是回怼了之后，然后就大笑着，然后又把炮仗往地下丢，丢了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分钟吧，然后后来他们可能是去吃饭了，然后灯就灭掉了。就感觉挺没素质挺没道德的，就是感觉应该是家庭教育不太好，就是万一楼下有个人的话，就是会把脸炸伤，然后物业的人说会去派人去看，去查看情况。